今天的网友投稿，好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送。这是到西天站下吗？来看着评论啊，白龙马今天信号吗？还得是网友观察的仔细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是为了固定发型吗？看着大神评论，苍蝇站在上面都要劈叉。哥们这形容的就很生动。来看最后一个，你打妈干嘛呀？你打妈干嘛呀？好了啊，冠生对不起 ，again， 对不起。下次不可以打妈咪，知不知道？真妈咪对不起、啊。Say it. 是妈咪，对不起。好啊，妈咪原谅你了啊，下次不可以打妈咪，知道吗？爸爸的脸都漆黑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这山东包子啊？你们那边就这样子？这么大的？这怎么像我妈包的？像我妈包的？啊？怎么的？啊？是你妈包的？你看看，这是像你妈包的吗？走过长长的一年四季，我总是想着你，想起我们终究也没有在一起，向伟大的母爱致敬，同时也向一线警察叔叔致敬。我们来看一下评论，我们下一代这怎么这么像木马店的 WiFi？ 哎呦我的妈！这个网友说的很有道理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咱们国宝确实是可爱，来看一下大神评论，僵尸来了都找不到脖子下口，肥嘟嘟的很是可爱。来看最后一个，厉害，这是个老板被一层狗了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早上醒来一翻身，谁懂？这呼噜打的挺香的。来看一下评论啊，姐夫看着不像本地人的。哎呦我的妈！多损啊！我们来看下一个。如果在高铁上，一个站票的人想和你换坐票，他的态度非常恶劣，甩了10000块给你，那你换不换？要是你们换不换？来看一下大神评论啊！我不允许你说的态度恶劣，我也不允许你这么说的。来看最后一个。这么长，毕业上河图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总这小朋友抗击打的不错，就是唱的有点着急。再看着评论啊，感觉花园里的花唱的乱七八糟的。哎呦我的妈！这形容的很生动啊。我们来看下一个，一招吃遍天下，打的对手毫无办法。哥们，你这杀人有诛心啊！再看着大神评论，你猜他为啥坐轮椅？我算是猜到了，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是谁
比我老公撒的谎还冤。今天网友投稿，跑过去我们先来看视频。兄弟们，出大事了！我发现我在雪山上捡的狗子，越养越不对劲啊！哥们是不是养错了？再看一下网友评论啊，一看就是狼，因为我爸也是养狼的，只不过他养的品种不一样，我爸养的是白眼狼。哎呦我的妈！都是些人才。我们来看下一个。这是强制开机吗？开着大视频的，这是什么种子？非种不可吗？我笑的不行了。我们来看最后一个。舌头说刚才啥过去了，牙说高铁。今天的网友投稿，老规矩，我们先来看视频。Hello， 大家好，又到粉。哥们儿，你的鸡养的不错。我来看这评论，三姑六舅配大米，燃烧我的卡路里。还得是亲戚的味道纯正些。我来看下一个。给我看馋了，开始大声评论，长这么大第一次看鬼做饭。哎呦我的妈！给大家表演一个秒通下水道，上瞬间看。嗯。哎呦我去！哎呦！忙活半天，就为了那一口。